Thank you.
朦胧貌美见过春夏姑娘，
何为无情了吗？女儿虽不应，喜儿虽悲剧，大雁虽云飞，土地有今真为不计大地自心，土地在花不枯。丞相啊，丞相，你是在临幸我在花之城哟。公子，哦，快来！不知与何见教，这
公子，女娃快向妈妈这些呀。是啊，请讲。妈妈，老年的泪痕，滴滴人
中秋月观山宽，今夜偏与此心暖，年年端阳年年春，今夜今生为君转，为君
来敬你一杯。昨日母亲突然向我要文章，我一时心慌，竟把你做的文章交了上去。我气得坏了事，也倒坏了事。谁知母亲看了文章以后，连连点头，万赞不绝口。说道：“文章倒是做得不错，可儿女之情重了一些啦。”哎呀，你把女儿家的文章取语木文字，岂不贻笑大方？贻笑大方？哈，贻笑大方的文章在这里呢。什么好文章？爱国也是爱国。Thank you.
隆隆叮叮咚，仔细看真像朦胧，朦胧真像黄金钟隆。哦哦哦哦哦哦，
出有听两小时起码一岁我比谁家还记我比病的起到病来了，郎君，今天是中秋佳节，你理应在家中多陪陪父母大人，怎么这么早就来了？我已经叫他们请过来了。郎君，我做了件新衣，你看好看不好看？好看，好看。嗯，心不在焉。咦，郎君，你怎么了？今天是中秋佳节，你理应高兴才是。怎么了？丞相，我有话要对你说。那你快说呀。我，嗯，我，哎呀，今日总好像来了一个官员，赏我五高分。明日就要去花样夫城，我向父母提起你我的婚事。我们要去花样了，我们要去花样了。丞相，咋怕？你怕什么？哦，你是担心我不肯跟你同去花样？哦，对对对对对对，花样里子千里只要关山阻隔，我千里只要关山阻隔，我啊就是母。破了鞋底也要跟你同去汉阳，同去汉阳，让我们亲自动身。哦，老爷子，明日一早动身。哎呀，那我可来不及了。母亲，母亲，母亲，老爷告身，我们要同去汉阳了。我早就知道了，是金山夫给你准备好了，为娘呀。我要为你准备一副体面的嫁妆衣。我的母亲，那我去准备准备。丞相，丞相。母亲看见就要将我家父之名，这究竟是为了什么啊？母亲啊，官家子弟功名利贞心与小妾，小妾。母亲啊，是小妾。不不不。我曾经是小青，我也是谁呀？他是好青，很像我们娘俩为我一样的命苦。
Thank you.
一去不回头。
的是红颜已老，
她是推举有美子女，从非则在你既安插你既子女，不是你既是什么啊？丞相既是你既子女，说叫她名字登上安插、哦、是是是，大人有所不知，丞相在三年前有前任司当公子李慕容结下姻缘。莫非丞相已被逮住？没有逮住，丞相自从公子最后三年来闭门不见外人，才家守节。守节？你既守家，真是天下奇门，一派无言。小人该死，小人该死。启禀大人，丞相思念郎君，我病在床，不能前来。怎么？奉命闭门之拜，对对，得了丞相好旨，串通一气，前来瞒天门府。小人不管，小人不管。夜里你是把丞相带到，满室是兵，却是食粮，也要把丞相尸首偷来，非在老天头目。一个人在是是小小一个一起尽过为康本府之命，我叫你来求得来，不来言得来，呵呵，哪怕你是一块顽石，也要你向本府低头。丞相爱上了。
冤家恨，同堂作戏分无心，他无比与你一向谈通，无声慢你何苦何须空忙，太痴情公子子在上风头
大臣谨慎，我是奉了皇上旨意来到洛阳平不大方宽广故里，却不追累父神。是，我们一路上访洛阳百姓都在收集铜条岗，其中兵员尽失去常人。是，慢，平原道随当之际安静行事，不得迂腐。是，王玉儿三十里、哦、多谢大伯、哦、这位客人，你身边有没有铜条岗？大伯，你们要铜条岗做什么、哦、我们是替一个人立铜碑。立铜碑？
你们替谁的同辈呀？我们是替丞相连同。对，丞相，哪一个丞相？就是我们洛阳的丞相。莫非他死了？他就要死了。你怎么了？大伯，这究竟怎么一回事啊？心里杜鹃难安生，雨中曾相思无双，郎君一去三年整，他死生不渝在祖永堂，在祖永堂，在紫禁的风波起，我原来了在郎，大西门从此天苦难，丞相无端遭殃。连夜到要强敌丞相不受听，丞相他自私不懂的心腔，今朝当断无数根，王法也不好丞相，贫道逃难是因为还是姊妹。怎么样？要将丞相
相，你怎么还不在呀？爸爸，等天明之后，你叫这里的大娘替我梳洗梳洗，换上一套干净的衣服。天明之后。亲戚，请你让我接见丞相再会一面吧。可不能得个太拘呀！多谢老爸。
宽向土内郎君啊，你莫要灰心怕艰辛，我家中向内搜索去便美，与郎君晚上心一毛，郎君啊，你千万要守得东去藏。原的丞相此生不移，家中万语我亲手绣成的牡丹，长袖的黄来楼间不转开，柳玉郎君在身边，金杯又是曾相随，曾相临来不愿意，反为我朦胧借金在老中位，怪只怪我身不由己，此次归他怎知我私隐茶帮乔张街，寻案采访到洛阳门，我正想藏起把真情金
军定在目前，李文远被太郎君每逢几色起春香，我闻归心香。此去安排，即使一旦天塌下，倘能与共存，好走好走，丞相，你今晚千万不要有别的想法。一定要好好的活着，从今晚等到明天。华子，丞相，好好活着，从今晚等到明天。何必要伤老大人的性命？老大人，
今日歇三子，请把丞相的来进我们他家开开眼界啊！好，好，后生外面宣啥？丁大人与一位画廊苍进府来，甚至要与大人拜神。画廊红亮出去，哎，慢嘞，老大人不是商汤一个所谓，此事杀害在民间一定传为佳话，是老大人随担之责，与民同乐，与民同乐，倒也有理。老大人，让他进来吧。好，去让他进来，再让我下手吧。是，画廊进来，来也。请请请请
这一用告辞。三子，你慌什么？看了几句诗就慌成这个样子。大圣，况诗人恐怕是御史。什么御史？淮阳有御史嘞？难道本府还没有你们清楚？真是大小事次。是，不由得岂能和老大人相比呀、啊？起去。你不是相克丞相吗？来人，把丞相带上来。是。
更衣。让我们进去，让我们进去。公子，放肆！公子，放肆！真的是你呀、啊！放肆！妈妈，月末，月末。梦梦，你回来了，你终于回来了。梦梦回来了。公子，把西门嘴送给那位钦铁大老爷，就是你呀、啊。梦梦，这是你这丞相为你收藏的杜鹃花。杜鹃花。Oh,